个人要承受那么多痛苦，那么多回忆，可是我却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样太不公平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前世我是先离开的人。我没有办法想象，如果前世是你先离开的话，我要怎么办？对不起，让你一个人承受那么多事情。不能说对不起。叫什么？爱你。我真的真的很爱你，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才可以配得上你给我的爱。我真的很爱你，很爱你。拥抱着我哭的比我还想笑。